来，手机给你，赶快先下去找。你看有没有425 F D 这台？朱小姐嘞，刚刚来的那个61号425 F D 里头。刚刚进来的61号呀，哦，哎，他的公书包啦，书包在上面。那个司机，他的东西在上面，拿进去了，包包在里面。嘿，对对对，你看一下东西有没有少。陪他来了。他那个书包放在刚刚那台425FZ 上面，司机说拿进来了。东西还在吗？东西都在哈，好好。OK， 那这样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没事，谢谢喽。谢谢。外面两个拍一张照好了。跟那个。还写进论文里面吗？啊。你的论文跟我们这个有关吗？可以啊。毕业。